圣马丁岛，位于加勒比海东北面，四面环海，气候温暖，风景优美。南半部属于荷兰，北半部则属于法国。您可以自由地穿梭于岛上的合法边界，尽情体验两国风情。位于南面的 Saint Martin 和属圣马丁岛是国际著名的旅游目的地，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来到这个度假天堂，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知名人士和超级富豪在此购买度假物业，房地产发展蓬勃，升值潜力优厚。荷属圣马丁岛是荷兰王国的一部分，荷兰这个国家包揽了很多全球第一的头衔，包括了在欧盟医疗体系中排名第一，全球养老金指数世界第一，全球儿童福利世界排名第一，在全球宜居指数及全球幸福指数这两方面则是世界排名第四。美丽的像一幅图画的荷属圣马丁岛，蓝天白云映衬着湛蓝海水，充分散发着加勒比海的梦幻色彩。岛上遍布旅游景点，例如在朱莉安娜公主国际机场附近的马吼海滩就是许多飞机迷必到的朝圣地点，飞机降落时都会飞得很低，一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寻找刺激的游客们便会蜂拥到海滩上，在触手可及的距离感受飞机在头顶上呼啸而过的震撼。喜欢热闹的话，一定要前往马吼村这个集娱乐、购物和饮食于一体的人间乐园，这里设有赌场、酒吧、夜店以及奢侈品免税商店，更汇聚了各式各样的餐厅食府，带来世界各地的精彩美食。阿姆斯特丹堡和威廉堡这两座古堡为荷属圣马丁岛添上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您更可以从威廉堡上饱览城市和大海的壮丽景观。要从中国前往荷属圣马丁岛，可以选择从北美或者欧洲乘搭中转航班飞往岛上的朱莉安娜公主国际机场。根据2015年的报告显示，在加勒比海地区24个国家和区域中，荷属圣马丁岛在人口、繁荣度、经济发展等综合潜力方面排名第一。首府 Philipsburg 菲利普斯堡是岛上的行政中心及商业重镇，并拥有一个著名的港口，是很多北美及欧洲豪华游轮经常会停靠的港口。荷属圣马丁岛是很多人心目中今生必去的度假天堂，每年都涌入数以百万计的游客，令岛上朝气蓬勃，处处充满商机。投资于这里的房地产不但升值潜力高，更可以享有可观的出租回报。和荷兰一样，荷属圣马丁岛拥有完善的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当地政府一直大力支持移民项目，并积极鼓励海外投资者于岛上购买房子，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买家有机会移居至荷兰或欧盟国家。以荷属圣马丁岛为基地的马可集团与当地政府有多年的合作经验，对于带动岛上的经济发展贡献良多。政府在制定移民政策时会经常微询马可集团的意见，在过去35年以来，马可集团被公认为加勒比海地区数一数二的房地产、度假村及休闲娱乐发展公司，集团旗下有多个发展项目正在进行，更与世界级豪华酒店集团 Sonister 合作，于岛上重新打造更尽善尽美的赌场度假村，致力于为客户带来更豪华舒适的占星体验，更采用独特的建筑技术及物料，令建筑物能够抵抗强风及地震，令入住的旅客可以加倍安心。马可集团在荷属圣马丁岛的最新发展项目绿宝石公寓，融合传统建筑工艺与现代科学精粹。这个大型住宅项目位于马可湾中心地带，距离精彩多姿的马吼村只有5分钟车程，临近朱莉安娜公主国际机场，交通便利，举步可达漂亮的海滩、高尔夫球场、加勒比美国大学以及各式餐厅。
绿宝石公寓占地6900平方米，共有136个住宅，设有单间公寓和双卧室公寓供选择。单间公寓为26平方米，至于双卧室公寓就有87平方米。每间公寓房均拥有现代化的装潢，设计精巧实用，基本的家居用品和设施齐全，为住户带来舒适写意的生活空间。公寓的公用设施包括室内及室外停车场、洗衣房、游戏室、烧烤区、游泳池、健身房，以及往来加勒比美国大学的班车服务等等。绿宝石公寓在落成之后，除了作为自住用途，业主也可以选择全权委托出租，保证享有稳健的出租投资回报。金高物业财富管理公司多年来致力为客户提供房产投资、财富管理及移民咨询等各方面的专业服务。作为马可集团在亚洲区的代理，金高乐意为您提供更多有关投资于绿宝石的公寓资料。房地产发展越来越兴旺的河熟圣马丁岛，近年来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买家纷纷在当地购买房子。全新推出的绿宝石公寓位于岛上的罕有地段，加上匠心独运的非凡设计，是您自住或投资的最佳选择。投资于绿宝石公寓，除了享有优厚的升值潜力和稳健的出租投资回报，更让您有机会可以移居到荷兰或欧盟国家，轻松地实现移民目标。